话说唐僧五师徒终于取得西经，等紧拆封之际，奉如来佛祖之命，封唐三藏师徒五人入仙职局成佛。耶、yeah, ！我哋有得做神仙啦！但系由于天庭近年香火贡品收入唔够，冇 budget， 只可以开四个位。你哋当中有一位要叮走啦。吓，唔系啊，究竟五师徒最后会点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请看儿童剧《反斗西游记》啦！8月27至29号，文化中心小剧院，买飞就去广星或者打28400355啦！